怎么样，有值得注意的好苗子吗？崔天琪的记忆力、感知能力以及身体的平衡性都超人一等。梁大威不用多说，每次训练成绩都比较靠前，还有巨亮，最近训练特别的刻苦，好像跟梁大威杠上了。好啊，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。我认为啊，这种行为应该鼓励。关小迪和张燕，他们两个也不差呀，各方面的能力都不输给梁大威和巨亮。不过我觉得还是男生力量比较占优势。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女的就一定比男的差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太敏感了？我敏感什么了？你的意思是说我歧视女性了？你看你自己承认了。别吵了，我看有必要比一场，让男生和女生来比一场。比什么？今天我们要进行一场特殊的训练比赛，男女生分队进行对抗，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听清比赛的规则，顺利完成。男女生各分为两队，两两一组，每个人负重一人，到达我身后拿起鱼篓交换折返进行接力，直到最后一组到达终点。接力结束就可以去后面的沙地寻找打开箱子的钥匙，先打开箱子，升起旗子的队伍取得胜利。所有人准备。那就快点，我们找到了。耶，小爸爸你最棒了，快跑快跑跑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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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不就侥幸吗？嘚瑟什么呀？特别是你崔天琪，明明弱得要死，这么嘚瑟。崔天琪果然有天赋，值得好好培养培养。好吧，我承认，这批学员女生比男生占优势。本来就是嘛，这还用你承认？秦教官和柳教官之间活脱脱是一对史密斯夫妇，一冷一热，够拽够酷。我敢打赌，他俩之间一定有故事。反正到目前为止，我见他们除工作交流以外，没有说过一句话。你是怎么看出他们俩之间还有别的事情啊？除了工作交流之外，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这不就是故事吗？哎，你不八卦会死啊？对啊，会无聊死。我劝你一句，还是少说教官比较好。啊，四风，你怎么老是护着他们呀？你是不是也对男生教官有意思啊？幼稚。怎么了？啊？谁干的？你告诉我谁干的？是不是那群男生干的？你不是我去找他们？哎，小迪，小迪，你别去，你去了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。你被欺负了，我不替你出头，谁来替你出头啊？那下次呢？不能每次你都替我出头吧？那有什么不可以的？野蛮人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教你。你教我什么呀？我教你变得强大，教你下次不会再被他们欺负。你说你要教我打架？准确的说，那叫格斗。你只要握紧你的拳头，一拳出击打到他下巴，就可以打赢他了。然后我被他们打得更惨了。你只要打得狠一点就不会了，又不是没在现实中打过人。你没打过人啊？打人算什么呀？我以前一分钟连斩七八十个人呢，现在还是诛仙的国服记录呢，厉害吧？啊，挺厉害的。我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打人。当然没有了。行，我来教你吧。就像秦教官说的，格斗是必不可少的。来，现在握紧你的拳头，这是本拳，来，手不过二指，握紧拳头。好，这里握紧，一定要握紧，握紧拳头。然后呢，打人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两个指头打人，如果用下面这两个关节的话，可能会伤到你自己。为什么用上面两个打人，下面两个会伤到自己呢？因为你上面的食指和中指指关节会比较粗大，击打的时候不会受伤，而你的无名指和小指指关节会比较细小，如果一不小心的话，可能会出现错位。哦，现在握紧你的拳头。假设你现在要击打我的脸，你把目标放在我脑后一尺的方向，你一拳从下面往上出击，打我的下巴，击穿下巴之后到达那个位置，懂了吗？嗯。来，试一下。把腿打开一点。哦。膝盖弯一点，眼神犀利一点，要狠一点。好，试试。出拳。你让我打你怎么能行啊？我从小就是跟别人打架打惯的。来吧，你又不可能伤着我。来，我数一二三了啊，试试打脸，打下巴。你干嘛呀？
你愿意一直做一个软蛋吗？你乐意被那些男生欺负吗？赶紧强硬起来，来，把手举起来，握紧。刚教过你的，握紧，握紧。打，出拳，一，二，三。哎，哎呀，你，他们这次是泼你水，指不定下次又要泼你什么。坚强点好吗？没我你可怎么办呀？加油，来，我数一二三，要不行我真打你了啊！举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你以为我真被你打呀？喂，粉红豹，你先回宿舍啊，我去帮大家买点饮料。我说，这也太不公平了，你就是因为请假休息一天，没拿到积分，就被那个粉红豹给反超了。本来回家的就应该是那个弱女人。对啊，算了吧，像我这样，就算坚持到下周，下周也得被淘汰，早晚都得淘汰，还不如回家吃点好的去。哎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干嘛去？见了面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太不仗义了吧？说话呀，装死呢？哎，回来，我哥们要走了，给我哥们道歉。说，给我哥们道歉。说回家的应该是你，说啊，说呀，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没事吧？粉红豹，你敢打人，看我不收拾你！没事，你干嘛？欺负一个女生，你有意思吗？滚！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吧。哭什么呀你？好，哎，对了，你刚才那一拳那么狠，谁教给你的？火狼女啊。你跟火狼女很熟啊？嗯。那她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？嗯，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说你是他的手下败将。哪儿有？摩托艇，电梯里抢箱子。那是他耍赖，不算的。不是，如果我们俩正面一对一，他绝对不是我的对手。你们俩还挺像的。我和他都只能当第一，不能当第二。这样不好吗？这样不累吗？反正我这次训练营一定要拿第一。为什么呀？我要证明我是最强的，最有资格进烈火神盾。火狼女在，很难吧？那我就击败她。你不还说要追她吗？那个是玩笑话。再说了，追她是一回事儿，竞争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你有病吧？你们谁欺负的粉红豹？你还敢替他来出头？你看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？那是你自己没本事，活该。火狼女，想干嘛呀？你们俩出来跟我单挑。神经病。不敢了。我是怕把你打伤了，我赔不起。你送上门来挨揍，你可真是个浪女啊！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说你是个浪，没事吧？火狼女，你敢到男生宿舍撒野，看我不揍你！住手！
够了。一群欺软怕硬的怂包。你不也是一样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打他们算什么本事啊？你出来。今天想怎么打？光明正大，别耍花招，我们打一场。好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进入烈火神盾，太不讲义气了。哎，你去干嘛？去了只会更乱，你别去了。哎，你别去了。干嘛？干嘛打人？别打。最讨厌打女人的男人。既然今天打得痛快，那就把你们男生功力全部铲平。我老女，我一直给你留着面子，别不知好歹。教官，看谁呢？你哄谁呢？就算那妖女来了，我也照样打。真来了。神盾的口号是什么？完美主义，负责到底，超越极限，无懈可击。再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完美主义，负责到底，超越极限，无懈可击。不是很有劲儿吗？再给我坚持3分钟。报告，这次是我的错，跟他们无关，他们不应该受罚。你们不是去替他出头吗？那就一起受罚。我不服。你有什么不服的？我看你们还是退出吧。烈火神盾不需要你们这样自以为是的废物。不要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。不就是个破训练营吗？有什么好稀罕的？叫不开。